要不是收到货，我自己都不敢信哈。这是我同样花9.99买的垃圾袋放一起呢，对比也太大了。之前我以为个位数到手100只的垃圾袋已经很便宜了，没想到现在同样的价哈，到手足足260只呢。我的天哪！而且人家这个还是龙年限定款的，这一卷到手哈，明年都不用再买了。关键吧，像这种黑色垃圾袋，它隐私性就特别好，还是断点的设计啊，就不会撕得乱七八糟。而且它这个一打开，你看，哎呦，还是45×50的大尺寸啊，质量老好了。我就这么使劲的扯呢，它都不会破。你看，我再换一遍试试哈。我的天哪，太厚实了！我直接拿一桶6升的水来试一试它的承重力哈。而且呢，上面这一块呢还是隐藏式的提手，这回扔垃圾也不怕弄脏手了。你看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呢。它的底部还是一体成型的，到厨房的热汤热水也不会破。关键哈，个位数到手260只啊，过年的时候用它真的太有氛围感了。